又到了 Dr. Chen 準備中 Getting Ready 廣東話教學特訓班特訓班廣東話就是跟那個國語 有分別嘛特訓班特訓特訓訓班訓教訓的訓就是不是訓是訓嘛特訓班特訓我的名字陳奕迅特訓所以这个是奇妙的地方，对。Dr. Chen 特训班广东话教学，广东话是 Dr. Chen 特训班广东话教学，不同，完全不同。好 ，Anyway， 今天呢就是也是讲到从 Getting Ready 我的准备中专辑里面的用那些歌曲的名字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广东发音怎么发。第四课有。这个老戏我撇仙也是不通的。什么叫我撇仙？撇一撇一撇嘛，我们叫一撇收一撇那个书胡书的书胡书书书胡须，收也不一样，好烦哦。反正老戏就是老板的意思，老细啊，老细啊，对，老细，我撇仙，老细，老细 ，L O 老细细细 ，S A I 细 ，side 老细差不多了，老细细 ，I 老细。我啊，这个是来，我们怎么拼呢 ？NGO 我 ，NGOR 我，我，好难，算了 ，pit， 来 ，pit，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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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pit， 啊 ，pet，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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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Peter，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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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pit， 你可以说 pit， 但你也不要发那个 t，pit， 对，就停在那个位 ，pit， 对，好像周润发，不是发，不是 f a， 是 fart， 就好像 f a r t fart， 放屁嘛 ，pit 那个 fart， 但是你要 fart， 那个 t 就不要，要 hold 住，对，好。老细我撇仙 ，S E E N 仙 ，like I've seen you've seen 仙，老细我撇仙比较难，但是撇哦还没解释，撇是什么？就是先闪了。老板，我先闪了，就有点对，是这个意思，是特别讲给打工仔的这个话。好。谢谢大家的注意，我们第五课见。